我不可能让这狗熊回家，我跟你们说。干嘛呀？这维克托，为什么我是中单啊？我不上单吗？我不是上单吗？我怎么变成中单了呢？哎，来把中单石头人吧，抠他一下子。先吃个小药啊！哎，这给我滋了的！我给你个抡子！哇，维克托，维克托是真猛，维克托。还好我点了药瓶，这个兵不补了，我们补下一个兵。让他砸了吧，改啊、哦！维克托还有饼干呢，看他是不电刑啊？他不是电刑就行，没关系 ，Q 他一下行。没事，他没点盐啊，我们想杀他还是能杀的。那你倒来呀！右边一个，左边一个，难受不？帮我推一下呀！好，回家了。至臻石头人儿。让我看看啊，暗夜收割者，这个卖了，来个皮孩，这维克托对线挺难受，挺难受啊，可不太好对呀、啊。本来我要打上路的，不过我们等级起来就好了。他打我一下，我打他一下，你看他掉血没？这都不是一个等级的。这维克托怎么就升级了呢？核心就升了？哎，补多少个兵能升啊？这我还没玩过这电焊工新版的呢。把三个药都吃了吧。我抠你一下，啊，助攻多就行哈。啊，新版维克托得打架。打架的越多，他就可以升级，升级他的核心。人没了呢。
据我的推断，银马应该是要到野区去打红去了。F6 有没有？F6 没有，那说明，哎，这个红刷的挺慢的。哎，我们下路可以走一波啊。这是看见我了吗？没看见啊，别着急。中路兵少吃一波不要了。先杀小法师啊！灯有没有？剑灯笼闪现，快跑！先来个发电机，再来个黑暗封印。那小法师才三级。那小法师，哎呦天哪！不知道维克托有没有闪呢？我估计他可能没有，他闪没好呢。哎，真的，这维克托现在好厉害呀！升级升的好快呀，他那核心。下波可以杀他了，等个20来秒，他应该能死。还挺猥琐的，猥琐也要没有用啦，让我抠一下，假装打不过啊。银马好像在旁边呢吧？啊，在旁边，我是知道的。哎呀，好大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干啥呀这？这还让人活了不啊？哎呀，这狗熊啊，不像个人呐！这，来来来来，把这狗熊杀了！早怎么不砸吧？溜溜，这剑姬啊，看得我心肌梗塞呀！这是什么剑姬啊？这是什么剑姬？我其实有想到，这狗熊应该是有闪。不上去好了，完事骂锤石，你这个点炎是真他妈，然后骂人家剑姬，不是骂人家锤石，你看看吧，嗯，自己玩成这个样子，说人家锤石咋咋地。没关系，人家锤石还说锤石也就是脾气好，我的，看看这银马是不是在打峡谷呢？你在干嘛？嗯，你在干嘛？
哎，真烦人呐！你是个屁，你还是，你就是具尸体。差个钱，兄弟，给我首波中塔呀！好，够了啊！还给个蓝 buff， 挺好的啊！你咋的呀，你呀？这我不干你呀、啊！你咋那么装备呢？这狗熊啊！啊，旁边有人，我说的嘛。没有大呀，哎呦可以，兄弟，玩死他啊！别着急。呀！靠！没关系，无所谓，我们属于这个，也是属于杀了兄弟。哎呦，这兵线太爽了，这！这也是属于杀了，没关系，可以啊，可以接受。你就相当于我用大把他杀了，可以吧？脱落了。我们从1200块钱啊，一直打到了2600块钱，打了一年，不吃了，这吃不到了，走了啊！赶紧美甲的窃魂卷呢，这。赶紧美甲的窃魂卷了，人没了。干哈呀，这样哟呼，给你个就给你个吧，无所谓了。给我守一下二塔，兄弟们。现在没有大招，我们稍微有点费啊，就等一等，等一等大。假装自己是一只无害的石头人儿。但是你别让我大好。我一出手必见血光，好吧。
舔灯笼。我现在只是没出手，我一出手必见血光。别啊，别，快走快走快走。这个人头居然不是我的。血光来了啊，血光。这小马是有魔抗吧，我靠，50点魔抗。我这怎么有点打不动呢？先把这皮鞋出了吧。这波来个钉，来个钉，保一手自己，因为我们美甲的血魂卷容易，就很容易就让人给针对，知道吧？这个团战看看杀谁吧，这几个都可以杀，人马就别去杀他了。这维克托怎么回事这啊？哎呦！哎，可以螳螂啊！兄弟们，我不行了，刚才这一波呀，大空了。你还追呀？你有病是吧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我给你治治。你大爷的！跟我来！这先杀人了呢，哎呀，这还是被他给抢了。哎呀，叮，这把可不太好打呀。这怎么的，这要打大龙啊？哎呀，打得有点快呀，插个眼儿，没有眼儿的话不太好抢啊。不行，抢不下来。下件装备我们可能得出个法穿了，直接来个法穿。一波完美的大招即将出现，兄弟们，一波相当完美的大招即将点燃。杀，先杀维克托，先扣一下寒冰。
哎，我就知道我不应该上去，不上就好了。哎呦，不过还行吧，打了波反扑还可以接受。先来个法穿的小棒子啊，要不然有点打不动人。我发现好像得先杀他们家寒冰了，下回杀寒冰吧。他这维克托没什么用。哎呦我操！书卖了呀？书不能卖呀。书是最便宜的传说装备，怎么能卖呢？可以给我们加五点神话被动。他用大招救完你，好像阿莱也打不过他呀。哎，真他妈的不救的好了。我用这大招去杀他们家寒冰跟维克托多香啊，你说整个这大银马，我整个自然之力操，打都打不动。没啥办法，他们家银马有点太肥了，他出的全是肉装，我们不能去打他的，打他去就输了，不打他其实也不一定能打得过。我们家这后排伤害有点低，还没有前排。小龙，速度！我们家龙魂有机会。这银马怎么处理呢？这银马，你说这银马怎么办？好像有的打，剑姬先把银马杀了，你们先把银马杀了，对，然后杀维克托，就剩个寒冰，螳螂玩一走他，先打人啊，先打维克托，哎呦我操，兄弟呀、啊。这 EZ 秀不过维克托，我属实是没想到啊。小法师火了，没关系，我马上来。Nice 唐囊，小龙，快快快！哎呀，狗熊，我马上到。找小法师啊，找他们家小法师，打龙。先杀的小法，打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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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拿下，来个男 buff， 1250可以啊。回家，龙魂了！别往里头戳啊！别往里头戳！
红应该是肯定是没了。我就发现呢，我怎么老大的小法师？哎呦，加油吧，兄弟们！我已经尽力了，加油，兄弟们！好，杀寒冰，杀寒冰，杀寒冰能杀漂亮，杀寒冰 ，nice 啊！六成书，这波血赚。我是真没想大小法师，我刚才两眼一摸黑，我都没想到我要大谁，我就直接闪现一个啊，我先大人的多点，你知道吧，就他妈大一个小法师，老那小法师站那个人可烦人了。版本答案螳螂，你拉倒吧，没这螳螂给这人马送的还螳螂呢，给那人马都送飞了都。我们前期513呢，兄弟啊，打成860。那人马肉的跟一坨粑粑一样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大龙可以要啊。这波必须大寒冰啊，这个寒冰他有所防备我，你知道吗，这寒冰。他总是躲到一个我大不到他的位置。奶奶个熊的，我今天就打这小法师，你大爷的，我别人我还不大了呢，我让你装啊，我让你装，我就打这小法师。先把他这个罩给他破了，兄弟别死了，哎，打大龙，这回打先打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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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打龙间接去追人的，哎，可以把中塔推了吧，哎，有蓝 buff， 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！谢谢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康桑米达，斯密达，阿里嘎多，库萨伊马斯。我就看不上这小法师在我面前装。这银马怎么回事？来来来来来，这银马可走不了啊！这银马剑姬追他，他可走不了。走了。哎呀，走了算了吧，把这个药给卖了，咱再来个沙漏。沙漏出完，出个猫着吧。出个猫子，然后再来一个世界专注就可以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对面那个寒冰就没在我面前出现过，没发现没，没出现过，这人就是没见过，这人就人没了，就他每一回我都看不见的，所以我就只能大的小法师，还是我们没有引住，那我们引一引，下回我们就大的寒冰引一下啊，引一下，
你 solo 远古龙，让他 solo 啊，别打。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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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剪灯笼，哎，让我找到机会。可以，兄弟们，给我收割。Nice， 这还不是机会啊，这个机会已经可以了，只不过狗熊给我大住了，给我抠住了，晕我，没办法。金身呢，这技能都没放出来，你没看见吗？这是我刚一下的啪一个定给我定住了，就这还不是机会啊。远古龙吧，来来来来来，怎么中路没了呢？中路为什么掉了呢？这不打完了吗？这都打完了，这还干啥呀？中推吧。来了来了啊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坚持住，马上到啊。叮，先把这银马杀了吧，这银马能杀不？哎，这都杀了呀，这一阵。这一阵这不都杀了吗？可以啊，拿下。这狗熊怎么在我们家两个远古龙面前这么嚣张吗？有点放肆了呀，我一看呢。我都五毛，剑尖应该是走了。426400。他有点狂妄了啊，这我得过来追一追了，这。这不行，这我得救他去。兄弟，你给我坚持住，我马上过来。这个维克托他今天指定是好不了，我们先扫一下啊，别去了，那不行，那必须得去。你像精神病似的，你要干什么？捡灯笼，银马没有大了啊，银马吃狗屎来。你是不是犯病了你？嗯，你是不是犯病了？我发现这人嘛，这怎么这么疼？这维克托从哪来的？给我杀他！刚才人爬了，我干了他！他从我屁股后头里边穿出来了呢。哎，这个位置居然会出现他们家的人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个位置怎么会出现一个人呢？这人马应该是个主播，斗鱼搜索精神病人马。
up in the sky.